好，欢迎收看星星姐妹。我今天呢来到了一只夹娃娃店，啊不，夹零食。我要先进去了，我猜。嗯、啊？哦。那个预算是多少呢，妈妈？我不知道哎。200吗？看看你们能夹，若夹的不错。我跟我们的一人200吗？好啊，我们看看你们夹怎么。夹到一个哎。哦，好棒哦！爸爸已经开始夹了。爸爸那时候已经夹了。我们来看你们夹吧。啊，我们来比赛。200块。嗯。要换钱。好。等一下、哦。我们一人有100元。好，我们先。等一下再10块钱。我先拿蓝纸。我看。妹妹，你决定先夹这个、哦。对。你的技术好吗？是好夹吗？你小心，你时间到它就自动下去哦。它根本往后面丢嘛。好，来看你、欸、那个应该 OK 吧。你这样不是更过去吗？妈妈，你知道为什么剩80吗？等一下。你给爸爸十。啊？我要夹一下，那我不夹。妹妹不信邪，来试试看。完全没瞄准，你钱忘了、欸，小姐。你钱就这样放着走，你是要送钱给你？好来。哦，会吗？这好能弄吗？你刚刚爸爸试过，那很难夹。哦，那我这边。哦。爸爸刚试过呢。这个让我看着就好生气。哦，妹妹来夹这个。我不可能呢、啊。哦。哇！不是。什么？夹到了。好，你也不算夹到吧？你是滑下去。哦、好。你在试这个泡芙哦？啊，你等我、哦。我试了。等一下啊。姐姐要试洋芋片。这应该有。哎。所以你要看好角度是？对，要看。反正是你第一个哦。对啊。然后只剩50。哦，没关系。假。没关系，我只给你们100。你看这个。嗯。那个，但是你过不去，除非你摔着。我们还是不要夹娃娃哈。这种饮料这么重，好夹哦！你那天不是还夹了旺旺？哦，对啊，我那天有夹旺旺。那个其实 ，It's up to you。我试试Maybe, I think. 你要压准哦，对。啊！不信邪。这样吗？哇！
爸爸要爸爸都把我钱拿走。不能打机器，坏示范。哇，掉下来了。啊？我那天就是给你讲。哦，拿辣脆薯。看起来不错。哦呀 ，it was okay， 我觉得没有很好吃。哇，你们又拿到了一个。哇，妹妹，你战绩不错，其实是爸爸的战绩，爸爸应该200吧。妹妹又拍了。我看。不可能啊。You can try。妹妹最爱巧克力。差一点。妹妹最爱巧克力。Do you want to try for 那边的这个 corner 的？这个抓得到吗？有效吗？看爸爸夹到多少？爸爸一次夹到这个量。哇，那么厉害！你说喜欢爸爸就来试试看喽。哦，爸爸最厉害。没有，等一下啊。没有。啊？这感觉会不会比较容易啊？哦。那这样好像这个角度好像很容易会滑进来哦。Even if you. Yeah. Oh yeah. I think 这几个应该都不难吧。因为它的角度现在还蛮适合。Yeah! 你找到这个有点可能被大家夹的有点那个。那边呢呢？你要再试吗？Maybe the ones on this side. Yeah. 哇，你这样，你光这个就很厉害了，姐姐。不知道这一包买多少。那我一次三包的。这让你很有成就感，是不是？哇。对呀，哦，不错，我定了啦。这好吃吗？我那天给爸爸吃，爸爸喜欢，哦，有点像即食面的味道。哦，像泡面啊？不是那个，就是你记得那个即食面。哦。什么？你有那么有信心吗？我觉得全包就会丢，就会甩了。哇，爸爸好像掉了很多哎！我刚刚我们就听到空空空啦，空空空。你有十块掉到三个，哇！我的救赎回来了。好，妹妹，我看你拿了什么？你们应该有花200块吧？我200块还，我是现190加这些。爸爸没有算。最后一次。这个20块。哇！哇！爸爸把水要喷起来，还是给你掉，就这样。
啊？由于爸爸妈妈就是一直从妈妈那拿钱，所以妈妈现在给我50。好，谢谢妈妈。哦，要讲哪里？你说，讲那个、哦、好。老板推荐。80块就已经讲了。80块已经讲了。上面先那拿钱，那里在跑步。哦。对啊，一直都有保洁。我觉得这其实蛮好的。这有很好夹吗？哦，夹到屁股把它伸出来，应该不可能。爸爸把它夹起来，然后甩到更远的地方。没关系呀、啊，小心失手。好 ，second try。快吧。哈我看你算了吧。老板超善良的，谢谢。你们现在快保起来了。对啊。那我教你们，不然就是话，就是你这只先不要动它，然后你先保起来，就夹后面，然后一起下。哦，好。哦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会夹哪？就是因为你投了保夹嘛，它不是会整个抓住要动的话。哦，它会。就是你如果到两百九的话，然后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是。到保镖的时候抓后面的，他下来都会把。如果没夹到，没关系。哦，就是抓两只就对。但是前提是不能在290之前这只就掉下来。哦，还有这种规矩哦。没有，这、就是比较晚，比较久。好，谢谢，我来试试看。I don't get it.先生，请问保夹，然后嘞？他没有保。没夹。我跟你说，随便夹一只，你可以夹他后面，拿最后面的。你随便夹一只，他都会直接带出去。哦。这是保夹。对，这是保夹，他就一起带出去。哦。哦，谢谢。哇，我一次夹了两只，那个跟哥哥，谢谢。还是来比较保证的、哦。现在有比较，好，最后一个10块贡献给奇多，加油喽！加油！好，来。其实这可以甩出来。嗯，好。好，你今天开心吗？我们看你的成果。我250夹到他的鸭，鸭是爸爸的。洋芋片。我先去把这拿走。哇，1、2，回去算好了。那是我的。好，我们回去算。
好，回家再看你们。哇，也太重了吧！那爸爸呢？我们现在应该花了500块有吧？500多吧。跳了一点吧。好了，回到家了。对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不是在比赛吧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谁比较多了。我们等一下算法是说，每个人一次拿一样东西，然后看谁先一直算，然后算到谁没有为止。好，走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样都有的，爸爸帮你们夹的，你要不要谢谢？超级贴心，他还帮我们摆位置，还教我们怎么夹那个他的技巧，好，就超级 nice 的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。好。第三。好。四。谢谢，很多这个可以拿。其他是爸爸帮忙，对不对？10, 11, 12, 13, 14。我爸爸有多帮妹妹？都一样。那你成绩算不错，因为爸爸有帮忙很多。我要拿300、400。对，我们今天应该换了500多。所以今天我给姐姐250，然后妹妹我给你250，但爸爸自己应该也有贴钱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算姐姐的成绩比较好吧。那个蜡笔小新的很厉害耶，一次都掉好几包。那真的是夹到爽出来。好吧，那你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你们很推荐这一家，推荐今天这一家夹娃娃的吗？我很推荐老板超 nice， 老板超级。而且它的环境很干净。好，那我们就说拜拜咯。白马取绿水。你们要说拜拜了吗？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追踪新影片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可以都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按赞哦，你看按赞。好，按赞。